王一博天天向上开挖掘机转大张伟。网友，你怎么啥都会啊？王一博这个名字我想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。大家都知道王一博是一个非常高冷的明星，他的性格也非常的招人喜欢。其实他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的人，也非常的可爱。其实王一博只是不爱说话而已，他的性格还是很多女生都喜欢的那种类型。其实他也有自己非常喜欢的运动，比如摩托车，比如滑板。王一博对摩托车的热爱可以说是已经把它当成了一种职业。在前段时间的时候，王一博还以摩托车赛车手的身份参加了比赛，并且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而粉丝们也因此为他高兴。王一博天天向上开挖掘机转大张伟。网友，你怎么啥都会啊？